하시는 건 好的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将邀请我们的书法大师陈维德教授，我们前北师大的周长进行春联书法的现场的挥毫。那我们如果有兴趣的主持人呢，当然啦，书法互相切磋。那我们也有请我们的陈老师呢，陈教授呢，来现场。 挥毫，那如果有兴趣的，我们可以向前来看一看，也就是这，可以向，好，看一下，好，好，待会我们在老师在挥毫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尽可能的将。 老师的挥毫的过程，我做那个实际的一个展现在后面的投影幕布上，后面的示意幕布上。那我们先将这样子的一个器材做一个准备。